有限，需要人的底线，中间的中线，我都不用太久去界限，太轻薄的肉线和贫血的灵魂，断却不爱就像大概世界无所不能。前面那个好像哦，是最不得放下，是最毒的男人，不去不可能，只有他们会很想把药翻。哦哦哦哦哦耶，你需要均衡，我爱输也爱混，你我大气好歹不分。世界不放过一眼，What you see and what you eat, what you see and what you是什么？每个为什么？吃快喝多的情话 ，Everybody 为什么？前面那个好像哦。Hey boy， 为什么？看见什么是什么 ？Hey girl， 为什么？吃饭不寂寞 ？Hey boy， 为什么？看见什么爱什么？为什么掩饰的笑容还是阳光？黑波为什么看见什么爱什么？黑哥为什么没感触什么？地球上有什么？黑波，黑黑哥，黑波，黑黑哥。谢谢大家。其实真的是，出专辑，然后因为我不是创作歌手嘛，那所以其实真的是感谢很多老师的帮忙。那当然有人，我的公司也是，那他们真的是很多人在帮我，那所以我可以有今天的成绩，真的是除了自己努力以外，也是真的是运气很好，真的是。那接下来我要唱的这首歌呢，是一个很重要的老师。哎，你怎么还站着？很开心哦。这首歌是小霞老师的一个作品，叫做《耳朵》。